这是我第一次将蜀山的事抛在脑后，不只是为了你和素音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第一次感到一丝安宁。他早就丢下我们走了。小蝶没有骗人，许愿确实在剑里面。乌路，此药一经入口，便会把眼前人视作平生最爱、是最催情的药。那日子英跟丹尘子发生口角，我猜是小张救出了子英，并给他服用了此药。